杨洋出面回应粉丝维权，都安静点。据悉，杨洋新剧《凡人修仙》明天官宣，但这几天不少粉丝对新剧剧情的修改不满，以至于编剧王玉人出面回应后，粉丝依旧不满。于是杨洋本人亲自出面，让粉丝都安静点，别吵了。感觉杨洋夹在中间也挺难做的吧。